那我们看经文，一心念佛，昼夜不断，灵寿终时，国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就这一句，七个字，不得誓愿的，不去成就，到极乐世界。这个地方没有说四徒三辈啊，没说，没有说，那就全包含了。全包括了。从上上品到下下品。那上品上生到下品下生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都是的。那阿惟越智，念劳有主解。啊，我们看他主解，一心念佛。啊，一心非常重要。啊，一心两个字，前面有解释。心无二念叫一心呢。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了啊！那么这个讲的一心，直万有之实体真如啊，这是一心，一心是真心。一心就是本心。经约本经，唯一坚定的信心，不为他心所夺，为之一心。也就是真诚的信心。啊，我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这是一心。我决定求生净土，这就是圆满的一心。啊，真心切愿，念念求生净土。啊，念念既然都是净土了，心里头就没有杂念。这叫一心啊。如教行信证文类，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著的。啊，他说，信要即是一心也。那一心呢，就是真实信心。一是真，二就是就忘了。实实在在的信心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是故论主，坚言一心也。
又探寻记三，华严经探寻记，贤首过世的著作啊，这是解释华严经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心者心无一念，没有其他念头，他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啊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92年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念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装阿弥陀佛这个难得。又止观第四卷书，天台宗，一心者修此法时，一心专志，心不语言，只心中不缘其他一切事。年老举这么多例子来告诉我们，心里头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杂念啊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。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讲不需要，念这一句弥陀，把本师都包括在其中啊。前面说过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切诸佛的同号啊。你想想这句佛号的意思，这是梵文阿弥陀佛，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，不是不能翻，很好翻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啊，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，无量觉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不是啊。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啊，念这一佛名，所有一切诸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啊。你怎么不相信呢？啊，还要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错了嘛。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